啊，大唐四皇，好吧，先杀刀吧。我们法防挺高的，我们以前杀权杖是因为没有法防，好吧，先杀刀吧。OK， 金刚拉上啊，把刀干了，杀刀杀刀，我金星了，然后吕留春金星，啊吕留春喷枪，吕留春喷枪，我金星，我们防起，把刀再干掉，把刀干了再把个剑干了，再干权杖。反正最有危险的三个怪就是刀剑权杖。不错，封住两个很重要的怪。可千万别睡着了，打到后面别睡着了，后面一个操作可能前功前功尽弃了。这我们不可能睡着，没事，没睡着了。阿朱，我看有人打河线了，我去死，全杖也中毒了，我敢睡着吗？强风线把剑强风了，这波强风线要不然秒人了。强风线宝宝防吧，好吧，我觉得贴也贴不住。我点宝宝叠人心了，先化成118愤怒。可以，叠人心叠吧。要是因为我睡着了没过，我感觉顺风杀手应该是到了。下波如果把剑干掉，对面就没有这厉害的怪能喵我们人了，是吧？化身有精，那你化身精吧，我血灯。OK。刘川，哎，这个权杖是固定的，你不能打车领。这一波你得点权杖飘了，点权杖飘了。扫剑了，把剑杀了，杀剑把剑杀掉。我再自己顶一个吧。啊，金星的，我金星你给自己顶的。哇操！哎呀，这一波太给力了，这一波这把飘的帅，这一波太给力了，这一波哇靠！全杖秒怪的话，估计全部四千五千的。权杖弓箭一个没出手，太帅了！转巨灵大招，你比如说给我金青，够够够！你金青我套，我套弓箭，你金青我套弓箭。然后化身的话活，刘生把刘生活了吧？四号宝宝自己给宝宝顶个大金的宝宝扛住，宝宝多慢。下一波的话杀这个权杖，权杖得宰了，权杖。OK。可以，这波配合完美无间，我套进去更加无敌了。操了个 DJ 的，我操，还行，宝宝没死，你宝宝活呀，这就是神佛的力量啊。先把权杖先杀了啊，杀了再说吧。武装金呢、啊？武装金，女妖生看着风，看哪个怪？谁宝宝推我一下？我宝去，我宝血多。武装，我活下宝宝。封弓箭呢、啊？封个封弓箭。这都领自己顶吗？是给自己吧，把权杖扫了，扫了连环技能了，权杖。我知道自己顶吧。我只要封上弓箭，没问题了。进，可以，没问题了。化身是不是活不上啊？
我的上，你比我快。可以。他就一下子。可以可以，一定死，一定死吧，一定死。弓箭了，把弓箭杀了，下个弓箭。这一波的话，吕耀春封不了，吕耀春直接喝，吕耀春直接喝，我也直接喝，因为对面全封过来了。好吧，化身的话能上场的喊上了，你这么活不了血啊。哦，好了。不是，我想先杀那个封印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封印的是来给我们缓节奏的，你封印了我们金青金就行了，知道吧？封印了不用管他。我没被封特技可以。下边如果弓箭大招我也可以套，斧头大招我也可以套，对不对？不怕。哎呀，没必要开的。我万一被封特技咋办？我也有金了。你金你金，我套弓箭，你金我套弓箭，先把斧头杀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变身手了，大的错吧，大的错吧，大的错吧。我也能金。没有，吕耀春金就行了，我封一个。吕耀春金，你回我金，我金，你出宝宝，出宝宝，四把四个活了，活满了。OK， 我把活满了，活满了，宝宝防御，宝宝防御，宝宝防御。这波我来套一个行了。下，好。很稳。耶！你们真齐啊，这声音很整齐，整齐划一的声音。那不，那没办法，紫禁城有信仰。我操！没零血是吧？八百，没有，都是慢着打。又是斧头，吕耀春封弓箭，把斧头宰了，好吧？把斧头宰了，我进攻掉。其实我其实好。你化身都不先别出虫了，把师傅活了，我怕师傅被怼死了。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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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OK， 吕耀春封弓箭，把斧头干掉。峰哥给力啊！全飘中。被遇了，那拉倒吧。牛逼！发生有情。这头的药得留一留了，我操，这一个人少死了，一个人少死了。哎，弓箭连的死不啊？应该差一点，我感觉。弓箭连的死，他妈双杀了，我操，帅呆了。爆！有弓箭器。爆！浪费了，没死，差一点，哎。没辙，我们一起封弓箭。哎，弓箭没回血吗？没回血，没回。这一波他会回了，这波你也回不，这波你也打不了他。我们一起封弓箭，把弓箭一起封了，化身活石头，把石头活了。好、哦，活石头，这波活石头。宝宝没事，给化身吃小蓝吧。我先吃个大蓝，直接吃大就好了。我这把活完还剩1300，先直接吃大了。塞个大的吧，塞个，快快。我塞大的了。对，直接来个大的，别等一下。来不及吃什么的，没事，我能封得住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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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操！哎，来的。啊，行吧，活了大上也不能。
比如说那我是慢的，嗯，化身精好吧，化身精女儿孙直接喝了，女儿孙子喝了化身精，大喊的宝宝拉好吧，大头宝宝拉师傅把那个弓箭杀了，把弓箭杀掉，扫弓箭，化身精精精了，快点。行了，大头宝宝拉师傅啊，拉化身一定要挺住啊，化身。来吧，女儿村金签，化身的话没时间穿好不好？活啊，活血活血。嗯，我先活女儿村吧，石头岭等着打实战好了。我觉得你的先活石头岭，因为石头岭能扛一刀了。女儿村有金签回了一口，是不是？我宝宝给女儿村卡一个，我宝宝给你，对你给你化身卡一个吧。女儿村自己给自己卡一个，应该能扛得住。女儿村这边要金了，金签金的保石头。女儿是麦宝宝，大唐卡。大唐卡，大唐卡。对，大唐宝宝看我活石头脸了。对，这边女儿村有惊喜嘛，怼了一大口是吧。OK 可以哎呀，帅！耶！有变身没？有变身。哎呦，又右哥了，得保一下。肯定得保，连环就把转金宝珠嘛。不，转金轮，转金轮。宝珠是个憨憨款。转金轮转。有金吗？有金有金，女儿升金了，女儿升金了，女儿升金了。我没有金，我上了个金了。武装金了，武装金了，我开了武装。拉金刚吗？还是骗你？他左边是右边？右边转金轮，这个转的这个玩意。嗯，咱接着火石头脸了。咱们不着急把第一货杀过去，大他妈野兽可以补起来了，对吧？咱们都补起来。小蓝，我这卡的是小蓝啊。嗯，干他一下。我卡的是小蓝。后面那边风系怪只能封一个了，他就这个转技能随机的封一个了。我这回合就加野兽吧。对，加野兽。你化身，化身先出好吧。你化身先出好吧嘛，宝宝先出了，出好吧，出好吧。女儿是没事干了，上塔能上吗？上去啊。已经上了，我封一下吧。封宝珠。别的当不让封啊，上盾都行，随便拿吧。不让封了，不让封了。上盾吧。嗯。下波石头你可以先出好吧，大唐可以野兽，对吧？然后活了。哎，这残血宝宝加个青龙变环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有用吗？加不上血啊，那就说加个青龙变环加不上血啊，没必要我觉得。死了，老婆出好吧。哎我去，没事，出两手，出两手。出两手也容易飞啊，不着急吧，先把野兽补了吧，一人先补一个野兽，先补野兽再加、啊、行吧，先出野兽呗。能金，旅游村有金是吧，那旅游村金了吧，我补野了，先补野兽了，但他自己加是吧，那我给石头岭加，石头岭我自己加，我自己加你活石头岭，你活你活石头吧，把石头活了吧，快石头要挂了，活了，我是真的不中，我操！
敖天的伤害是有点高的。你先给化身点啊。还好还好还好，我们也得快点杀了，这样一直被打也难受的。宝宝也扛住了。得叫宝宝。那石头也得变身啊。得叫宝宝。石头变身。先叫宝宝大刀起干将呗，对吧？先我脱宝啊，我没宝啊。我知道，我说你先出了宝宝再起干将呗，对吧？我那你宝宝乾坤妙法了吧？要不？乾坤妙法没用，神马不生飞了拉倒吧，你把大刀活了。没事没事，飞了拉倒。我还有法方呢。那我他妈能干嘛呢？哪个号？吕若春，没事干，房子吧。这边的怪打你啊，怪狠的。对面怪不吃无魂的，不吃。你这样一直出敖，不是一直在中宝宝吗？下巴杀了呀！这么高啊！下巴杀了，我出个宝下巴杀了。石头没变身啊！我石头先变身，那石头先变身呗，石头先变身，大刀起干将呗。我也出个宝宝没辙。那我先把金刚护法拉了，下一回合就不用拉了。拉吧，宝宝先防吧。嗯。哎，女儿村那个飞花摘叶那个技能是给全体回蓝吗？对啊，大刀踩干净了，快！我微风特技，我微风特技，女儿村多少分度啊？我看看，我掉了多少血？够金！哎，不对，刚好不够，有差两点，有塔差一点，差两点，有塔差两点。88就够。哎，不对，够了。有的话那就轻轻扫掉吧，好吧，轻轻扫掉，化身活就活，石头把石头活了吧。好的。我大金吃了点快啊，这是。别吃了，别吃大金，我还有四个。我吃了一个。我操，别封特技了。几回合？还好，这几回合浪费的时间太久了，宝宝磨没了。宝宝换一波很正常的，不可能换不掉了，就完全不换宝宝了，不可能，不太可能的。下巴刚好活，旅游瞬间够了。我操！麻痹一下。鬼魂的孩子可千万不能出啊，下波鬼魂的孩子千万不能出，这边一排壁垒，一定要先杀石头脸的，把石头脸宰掉，石头脸不死这边变身要飞的。我活女儿团，你飘石头啊，把石头飘了。你活武装还是活女儿，看一下。嗯，你看我活武装吧，武装血量更低。啊，活武装，我清一清一个。我自己吃个大蓝。自己吃个大蓝吃了，宝宝的话不要防了，千万不要防。我们先杀石头岭了，石头岭是对面那个明月揽星河。下面的那个。你先活的武装是吧？对。下。哦。啊，这能碰我这一波。这石头你别乱搞。把他扫得好，那我蓝没吃饭了，真变身了。
耶！我操，出事了！我们一起封师徒好吧？你飘师徒，我封师徒，好吧？咱师徒你这波的话，先出好吧得了。你师徒先出好吧，没事。化身要出好吧吗？我破血还是啥？大唐破血破师徒呗，破呗。我先破血吧，我先干，先干将，能干将的话干将也可以。干将有什么？你不是有干将吗？这个东西不用一回合杀死，这个东西不用一回合杀死。哎，这东西不用一回合杀掉，对。那破血，那破血。我先破血吧，下回合师徒连我、那个。师徒不是出好吧了吗？师徒这不出好吧了吗？够了、啊，还行还行，封住了，妈了个飞过来没？化身有蛋，化身。谢谢你化身金星，可以的。我你个乖乖！他家野兽准备飞机了，这家伙。完了，这下路飞不了吗？不是五龙开着飞不了吗？金星下面有金星呢。我说对面飞不了，对面飞不了。是对面飞不了，我知道。已经。我可以。我去啊！救！绿啊！拉把金绿啊！绿啊！我擦了个 DJ。这就是神佛的力量。你女妖真出好吧，好吧，我套前面的，我把前面的怪套一套，没血的，我先血的吧。那我飘大堂，你飘大堂，你等那飘，我先上血的呢。大堂很少吧？哎，大堂这么很少吧？大堂出好多了，好吧？要来金刚吗？要来金刚吗？我飘吧，我还是飘了吧，我点大堂飘了吧。行，你等大堂飘吧。杀师徒啊，杀师徒、啊！你他妈你连师徒啊？不宝宝是吧？大堂出好吧，出吧，没宝宝不行，马上一混地的随人了。金星这把能出手吗？他们有金星，有金星。OK， 没有金星是吧？你不是让我拉金，你不是让我拉金刚吗？啊，裂了！金星金不也被笑了。但是绿月出不是出事了吗？不就是小小的调皮了一下吗？没毛不行，没毛没毛，赶紧出好吧，好吧，赶紧出好吧。对面壁垒吹人的话，五个吹一个人，人就没了。大唐这么出啊？大唐已经出了，没事。啊，石头没了，还好，滑的滑的滑的，还好还好还好。你要出好包，我出好包，化身出好包。我们这边出三只宝，大唐的话，你这边要不剑斩斩那个就是石头你好吧？怕你出不了手，剑斩吧。我掉了，我掉了，我掉了。出好包，赶紧出好包，石头给自己卡一个，卡一个。这卡吗？是不是给这卡一个嘛？卡一个，卡一个。我的龟速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怪好像吃墨宝啊，真的。喷宝是白送的，大哥。对哦，你套中还解不开。对，我套中好像真解不开啊。啊，真的吃墨宝的你。我操，还没死吗？没那么容易死，还连换几年。要绿了。石头没变身呢。石头你错吧，好吧，继续错吧。继续错吧，大行的话，要不也错吧，好出吧，先出先出，我们倒吧，把这个石头先弄死吧。我可以封帽子，我封帽子了。豹子有神器，你套人。豹子有神器，你套人。化身这么活，师徒好吧？把师徒活了。嗯，活了，活了。我套豹子嘛，没事。你怕飘了，飘大行。妈的，墨宝个屁啊！没有墨宝，没墨宝。坏了，强风用掉了。不是，他上次不会笑我们的，这是为什么会笑我们啊？会，一直都会。你、嗯，还得我来叫，要有节奏，知道吗？好，少师傅，连少师傅，师傅，咱师傅话是不是配速吗？配合能我能破血，我能破血。啊，你师傅先破血，不开了，好吧？破血，很少破血，把他干死。我补血的呢，交给你了。
交给了飘飘做师傅啊，我怎么学的呢？一起封吧，我还得先不背飘渡。一起封吧，一起封吧，妈的，万一出事了。一起封，一起封啊！师傅好像比我快，我给你加个魔戒，你应该能破了吧？行，可以。先出手吧，你破死了我就扫别的去。不可能，扫都不知道扫不扫的死啊！哎呀，套的挺准了，没血人都中了。哎呀，铁帽吧！发生有大吗？哎，可以啊，扫前面的这个豹子最好。哎呀，舒服。豹子死了，妈怎么这么硬呢？死啊！把前面的豹子先杀了呗。嗯。我宝宝开石头顶了，不用，石头顶直接变嘛。啊，擦！就看不到了，发生血怎么开？悄悄的。发生被那边主怪破血了，被那边的怪破血破死，差点破死了。现在三点零元珠子能用一下吗？不用不用，一点都不用吧，全部存着，一点都不用。我血能补上好吧，你换错好不好？师傅，你换金器没？金器没好吧，金器吃了又破血，把那豹子干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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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能变成。那你变成变吧，豹子血量低了，豹子血量低了，你金器吧。我给花生卡个药。卡个卡个还是卡个大的还是卡个？来个大来个大。我操！哎呀妈的，就这个宝宝平时太重，马上都要换隐功了，稳住稳住。不然隐功我们先杀几个隐功哈。那、隐身宝宝我怎么杀了？有鬼眼吗？那孩子能起鬼眼吗？没有、我操，刚才说孩子扛得住啊，我出宝宝吧，我们出一个宝宝化身出，我觉得四火岭，我觉得大的剑斩底下的怪就死了，剑斩底下的这个破这个豹子好吧，四火岭四伯吧，先把底下的豹子先干了，干个豹子。那我孩子先加个鬼眼吧。哎呀，你孩子加鬼眼，一会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是完全可以用那个的，是吧？完全可以上线上隐身宝宝了。给四火岭加，给四火岭加。我不给他加了。四火岭四伯了是吧？我擦了。这边飘着飘的真他妈准了，这别扫怪了，孩子没了，杀不了隐身宝宝。哎，加上一个，我靠天啊！哎，我操！没事，有人心，有人心还好，买人心还好。有时候起来刚好可以喝酒，哇操，扫个四伯，这他妹的！别乱爆，别乱爆！有人自己拉起来喝了。大盘平砍底下的豹子，好吧，平砍底下的豹子。砍了四颗岭，先出宝宝吧。四颗岭几个宝宝？你四颗好像死了好几个宝宝了。对。出了，那你出，你要宝宝你要出。有破血吗？出卡出血。宝宝一起拿下那个女儿村吧，要不然他宝宝可能会被打飞的。你封女儿村啊，我化身了唧唧歪歪三千，大唐不会破血被笑了吧，唧唧歪歪，他这是只效力，你看见没有啊，换隐功的时候会上的，坏了坏了，砍不死砍不死，我操了，哎呀还好绿一个，浪费的时间有点多了，要不要再把大唐的可以杀掉，行女儿村精英精掉，大堂去扫这个大堂吧，要不大堂扫大堂吧。师傅，你师傅搏这个豹，把他豹子杀了，好吧？是不是不搏豹子？我不如直接 A 吧，万一被封了。有金钱花货，对，可以可以。
那边飘过来金晶晶掉了，四伯四伯，服了服了，那边这么好换了，这不四个引弓没换，哎呦下步要换了，感觉回合差不多了。哦，他每次都不一样，上回上次化身一直在唧唧歪歪，这次一直在笑里。嗯，你看是不是火爆火爆耶、yeah! 好好好，火爆差不多，再火火满了，绿啊！操！不就是小小的调皮了一下吗？至于下口这么重吗？连环技连好吧，大行杀了，连环技连大行，连大行连大行。我出手了，出手出了，给他拉把金刚了啊！啊，不对，先血吧，先火鸟冲了。对，先火血，火血啊！出手老板了，血老板，血老板，龟速都行。哦，有蓝有蓝，买蓝了。我一直在吃小蓝，干伤。我一直在吃小蓝，没事。换了，我们师傅好像没被放下，下，我下回合前排也难做，等上一会，我先推防一圈啊，等火药快结束再推防御圈吧，拉满吧，金刚拉满吧，可以引攻吧，哎，你少把五号宝少了呀，把他五号宝子少了，对吧，把金刚把五号宝子少了，可以了，我看有时候能上塔把哈利了吧，引攻拍宝宝还拍人啊，能拍宝宝拍宝宝，能拍五号吗，哦，就对面的引攻。我说对面的引攻是会拍宝宝还是拍人？拍师婆的。开始唧唧歪歪了。啊，开始唧唧歪歪了。花生有大。这得罗汉一下吧。花生有大。还有我。拍你的。好，给我加点愤怒，给我充电充电。我他妈的拍大行，拍大行，我觉得是不是得挪一个呀？八成可以挪，行吧，挪个锤子，行吧，别绿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他下回没有风，走金金干嘛呀？我要拍起来啊，没问题啊，不拍血了。也可以，你金你金，然后我喝酒，下回和挪怎么样？都行吧，都行都行。Okay. 杀那个就是化身怪，好吧，杀化身怪啊。你金了没？金了没？金了没？金了！杀化身怪！算我不喝了，我不喝酒了。紫气东来啊！连环技连他啊！紫气东来，紫气东来，连环技连。我得留两瓶酒，最后用。我下午还有两瓶，能不能再搞一波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下个。牛掰！牛逼！还是得叫。可以敲旅游村，哎，扫引弓呗，四号引弓扫了呗，把化身干啥，化身火宝宝都行了，把宝宝活上来，防御圈防御圈，快快快，火宝宝什么都行了啊，先拉防御圈，先拉防御圈，房间还有老板上超六吗，老板们超六的话这个打人3000的点卡，白地心的话也3000的点卡，黑了2万3000点卡，房间还有老板上超六没，来十个 OK，合击打得不痛，扫不出来了，死了。大哥，
这些嫂子打得不痛，贴不住，主要是没办法贴，你知道吧？贴不住，贴不住。女儿身说是花，你女儿身说话声，我人拉起来活，好吧？我人拉起来活，你把他。哎，他已经出来了，哪个我不能拉？我四头我能拉，拉起来活，大神大神再扫扫化身吧，好吧？扫化身，扫化身。嗯。峰哥，你耗哪个了？我封化身，我封他们化身，我封他们化身。好了，这一波四头有变身了。我变身了，打我了，对面。好，我去，完了，全压，化身速度慢，哎，明白不到。哎，没压到。没事，把他化身哥早点扫死就好了，没有，对面七七外没有伤害了。别提啊，我去啊，别啥呀，我去，大人扫不出来了。扫不出来吗？扫不出去。哇，真的他气愤，真的是。化身也进不了是吧？进不了。吕耀川喝了好吧，吕耀川。你先帮我开。算了。吕耀川喝了好吧，吕耀川喝了，我也喝了。我有怒。那你自己开封印，你上盾自己开封印吧，大人说好不吧？活大堂好吧，把大堂活了。这边要活大堂了，大堂容易死，大堂说好不吧？你们谁还有舞龙？看一下我，是我有舞龙吗？是我。有。你开我。我都开。我还有一个机器舞龙，留一下。我感觉我交剑和尚死了。你交了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我到了。宝宝，我装没拉师徒。我拉了吗？我不能再拉了，我再拉没九转了。把孩子出来去。金甲贴啊！大哥，我操！我操，这他妈的肯定不是连化身吗？连着宝宝也有道理。这样解闷。连着宝宝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你女儿身几个周转呢？一个。你女儿身拉吧，好吧，你女儿身拉大汉我金青，你拉大汉我金青。哎，我人间心了。那怎么拉大汉了？那大汉靠我不好吧？那师傅不拉吧？四头不拉活大蛤蟆好吧？我拉大蛤剑斩，你交一个吧。可以，剑斩。我要不能再吃，再吃没药了，吃不消了这。不是，先把化身给集火掉，不要打化身宝宝。还好秒到，被压死了。你有金是吧？对，我有金，我下过金。别贴了，赶紧去吧。该死啊！神佑，什么神佑不好整？化身技能提好吧，十点九转好吧，化身技能提十点九转。你化大堂继续斩吧。继续斩，我清一清掉，化身技能。你听着，他让他扫啊。那行吧，你扫一下先好吧，扫一下我清一清了。化身技能提啊，技能提师傅，连环就连好吧，把他化身连了。贴了。宝宝，这边要不贴大行吧？好，贴了住。要不然大堂扫不出来了。外面如果激活大堂，大堂扫不出来了。我也贴了。OK。干脆激活。我都逃不开了。耳机打化身，好，这么扛住了，死了，扫估计扫歪了吧，
大哥。好，大唐的大唐孩子还有吗？大唐没有，大唐孩子没有。吕德春，你能反送那边吕德春的反送吕德春，化身这波活尸把婆子活上吧，我血刃补了。嗯。我不觉得婆子大金，婆子大金都不多，给化身杀一个。他大金应该不多了。不多了算了。那我给化妆去，我给化妆去。哎呦，大金多的话就杀一个，没大金。大金六个，六个，六个，六个。啊，六个可以。这个武装怎么突然卷起来了？化身够了吗？不够。我连环计法上面那个豹子把他红子连了，好吧？大唐要不叫宠吧，宠叫一个。我交剑吧。交剑有点浪费吧，交剑。别交剑了，你赶紧叫孩子出来。你拉个地心吧，你拉个地心，这哈不行，地心哈不动，算了吧。你叫孩子出来，叫孩子出来。没孩子。化成盾一个了。化成可以盾一个。你剑呗，交剑，杀了不错的快。没中还好，前面红子死了没问题。喂，我操！坏了，人心得推拉掉了。推掉吧，现在状态还好，先推了嘛。推了，赶紧把人心活起来就够了，对吧？没问题。谁求战多？我两个，自动两个，我也两个。我金星。女儿生金是吧？嗯，女儿生金，我去套子，套子这边女儿生 ，OK， 没问题。随便哪个我不拉吧，好吧，就石头我不拉吧，杀哪一个？我拉，说我拉，说宝。杀女儿生啊！把女儿生是怪杀了，杀女儿生。女儿生前面那个怪是吧？啊，前面的怪也行，你直接扫吧，好吧，把那红子扫了。杀怪吧，先把怪杀了。这人的话，给他封起来就是铁憨憨。要看了，买上，买多少伤好，有点多啊，没法。别神了，是不是打不死这个 boss， 然后这个宝宝会无限神了，是这个道理吗？是否变身了？变了。我给你换吃个伤药，你换成活刘春了，赶紧活啊！活刘春，把刘春活了。OK， 好。还有哪个？两个变身。先别给化成卡药了，先别，你们给化成卡蓝可以，不要给化成卡那个了。我给小蓝加小蓝。对，小蓝你们可以先刷着。那你就杀刘春的怪吧，赶紧把刘春的怪杀了。嗯。啊，真是这个道理。我操，有花封不中吗？这个有神迹吧？没有，有神迹的话头上不会开花的。上把它封中了，对吧？对啊，上把它封中了，继续封。莫名其妙。哇，头顶了。这个阶段，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回复一下，稍微。嗯，是好好的回复一下，我轻轻惊掉。我精英精掉，你回去活石头你。吕儿春封吕儿春吧，吕儿春封前面豹子吧，封前面虫子吧，杀那个吕儿春了，杀月下离山泪。扫连环机，扫加连环机，快！杀人还杀宝宝？杀人呐，那宝宝无限绿啊。好。
巧了倒是啊。我操！都进心了吗？嗯，没事。哎，我们化身的这个血量怎么办呢？这个血量，不回了吗？这样。没事，还好。你不是说有双药吗？已经吃了。上了，我现在13700的上限。不是啊，要不这么地吧，你这回就推了重庆蝶人心，好吧？你这回推了肯定满了。推了重庆蝶，重庆蝶。对你这回推了重庆蝶。我靠！反正你现在人气也不高，现在只那他少不少人破血吧？破血吧，破血打月下离山泪。我们一起封前面的，好吧？你封下面那个，我封上面那个。我们相信这两个童子封不上。确定是封得上，上把他封中了，不可能这把封不上了。你推了推的话，大唐这血量怎么办？就是因为女儿真的封不上了，那他妈也不会喜欢呀。大唐天下了，有没有大金来给大唐塞一个？没事。我怕对面把大唐干死了。怎么中了吗？我先是比他快。啊，这把没用灵之术。下，有点难封就是。够了。我操！赶紧活血跌人心了。嗯，我活蛋汤。哎，这波守我也行。这波吕哥兄弟塞一个吧，要不然对面激光秒过来。哦，对面没有化石。活血活吧，别死，宝宝天下好吧，活血，四分连换今年了，二年了，我还能不能？要不先破血吧，四分也会破呗，活着宝宝给大家塞一个，四分的宝宝给大家塞一个，对，别让大家死了，我们现在没人心了，我三个，连换金没出去。我破血啊，不是破血了吗？啊、哦，破血了，转三。哇！操！真难封，我操，他没血的呢。大唐要蓝吗？别慢点。点完了，点头让加小蓝了。哦，是了。我操，这破血好痛啊！死了吧！啊好，我水星是多少点分度啊？42点是吧？32点，我水化身吧。你水化身活大哈，行了，水化身活大哈。嗯，我平砍连半天还是小剑？平砍连半天嘛，砍底下那个被封的帽子，砍底下被封的红子吧，好吧？感觉可以了，砍底下被封红子。先抬塔了，等一下破血好了。来，给我下去啊！操了！可以，我现在是满蓝的状态。把人先叠起来吧。嗯，慢。我血都腻了，吕高升继续封前面那个。大唐，你继续平砍吧，继续砍呗。四分你可以，四分你要不连换你连主怪吧？你四分你没必要的，四分连换你连主怪。我先破血一把再连吧，单独的变色。三火变色留着吧。后面不是还要精清干嘛的吗？下回还要精清的是吧？分着留着吧，留着，下回还要精清了。嗯，就省点踩塔加愤怒的时间。哎，可以。前面怪咋了？被毒死了，毒死了，留呗。宝宝的红龙给挂上了。OK， 下个愤怒，吃五轮丹吧。啥？好吧，吃五轮丹，连环境连主挂，大量少主挂，把主挂少了。水星，别吃。
那刑警水星的活大堂啊，大堂烧主怪，你们连主怪把主怪连了啊，连主怪烧主怪。你再点一圈灯吧，给宝宝。哎，我这边先套一下前面的怪，要不然大堂扫不出去了。你活口大堂，大堂也不够。把愤怒留到下阶段呢、啊，愤怒留到下阶段。OK OK。哎，你武装没事的时候，你把我俩这个黄灯插上啊。我这边黄灯卡、啊、卡太满了，主要是，你看我卡几个？卡三个。不是，你得找他，等一下过去插不了了。对，现在插会好一些。那行，等下七成的确实。找不出来。大堂的愤怒也不能放了啊，不能放了这愤怒。嗯。有时候要不强封前面童子吧，前面童子强封了吧。大堂平砍主怪的，平砍重就是重，平砍主怪不重，没办法。平砍主怪，平砍主怪，点半天，化身活大堂，活了。几成一星了？我们现在三成，这么活完四成可以。来漫天，好 ，OK。你大堂再扫吧，好吧？需要扫吗？继续点漫天吧，要不继续点漫天吧？化身为你宝宝活了。嗯，我们准备满阶段进入第二阶段。你给宝宝也，你给宝宝上了卡上吧，我上了。有人开我吗？你要水星呗。你变成我没水，我封了，我封了。那你试着自己开吧。盾什么的，试着自己开吧，自己开。别开，别浪费武龙，别浪费武龙。你其他单位的分钟还够不够？那我五层的宝典开了吧？五层宝典。那行，开宝典可以。开宝典开了。嗯。我发生开会后要上个塔的。我没分钟。我发生塔一个，然后下回合对防御圈。哇，好舒服啊 ！Nice， 我跟你说啊，猴子，我等一下对着龙宫飘，不让他炸蓝。其实他们前面四罗伤害没什么伤害的，对吧？不好说，有时候很爆的，有时候很爆的，有时候有点猥琐。我水星石头。你水星石头，化身推防吧，防推了吧，大堂继续平砍吧，石头变身。我先上塔了。上吧，上也行。我们可以把蓝灯武装没事，把蓝灯点了也行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就先上塔了。我们可以隔着回合去盯清那个误杀状态的。不能隔啊！你隔一会儿他掉两千了，他读一下你掉一千对吧？你第二回再读掉两千了，你再五回你五回解他掉五千。三套。慢。没有的话。大堂你继续平砍呗，好吧，平砍呗，石头你别试过了，石头上塔，啊上过，等等，大堂塔上了没啊？没有。你能上塔吗？石头你上塔，来了。我一直能上塔，我卡了已经。你卡了没懂？我卡了。你砍了就砍了吧，石头房子吧。如果两个一起砍就结束了。结束不了，应该结束不了。前面那个满血那个图纸，我准备打过。红子不是打了一万吗？又打了一万。红子，我记得石头里砍了一万。继续平砍就行了，好吧？平砍，砍掉，化身拉个数字圈吧。好吧。OK。哎，我们有没有流云诀啊？我们没有。给女生补一个。没有。我上塔了，我上塔了。行，你上吧，上吧，砍吧，平砍。是吧？没背零。砍吧。要不我天魔诀你加一下伤害吧。砍吧，没事砍。宝宝法防起来。我这个是攻的，没有化防。啊，不是光辉你没补满吧？补了，补的差不多了。我基本上就化是没补了，血都补了。加一下，能给我补一下。石头蓝不满吧？我给你加个小蓝吧。哇，操他妈这也能神？那就继续平砍吧，四博吧，好吧，平砍四博吧。
来，我给你加小蓝。先看师伯，旅游说没事干，房子吧，安快点。我是不是可以吸诸天呀？有诸天经脉吗？有啊，收大行、啊。有啊，对，诸天，收大行，把他们收了。我把大唐的诸天给收了。大唐中有金刚吗？没有金刚，不要了。都很多的状态，下回合我们是扛的呀。我们等到第六波的时候啊，宝宝默认给自己吃一个那个回溯蓝药，是吧？涨三回合，最后就有蓝，好吧？继续平砍了，旅游村封啊，我也封，一起封。盾不上了吧？下波再上盾吧，上不上都来得及。第一波伤害对面不高了。再给大唐拉波防御了。啊，给大唐拉波防御呗。反正没事干，人心现在也 OK 了。杀吗？杀不杀？杀！平砍了，杀！杀吧！平砍师伯，杀！这关打了回合不少了，52现在，52加八60，有40多打那个，好了，师伯你呢？去象形了啊，去象形那个就是雷轰吧，下不了龙宫，龙宫速度飞快，我吕耀川不知道有没有龙宫快。我点龙宫飘嘛，你点龙宫飘一手试一试，好吧？四破零像那个四九狂魔，看到没？四九狂魔啊，把四九狂魔笑了，象形了，象。第一回合没必要象吧，他先起塔吧。第一回合他伤害不高的。象吧，他飞机飞不好说伤害高不高的。大唐这边放金器了，大唐把金器放掉。大唐放是吧？对，大唐放金器。化生力。化生力。宝宝先起法王吧。起法王，宝宝起法王。没法王的先起法王。化成力钻了，武装最快，可以比龙宫快，龙宫快，哇操，爽这一波！你知道对面这么消爽挂他是干嘛的吗？很少的，他只要消爽挂就是很少的。开个反端，最上面那个过魂阎罗，下波是否放金青了？够吧？我没金金化生也够，化生够，化生有。师傅没有金金特技吗？没有。化生有金金，没带，化生有。没带的话，你师傅上盾，你师傅上盾把盾上了，大唐放金放吧。你继续飘龙宫，你比龙宫快点飘龙宫，我去封那个，okay, 我去封那个飞机怪。化生金金啊！化生金，大唐盾是吧？大唐盾吧。这机器人啊，我不上龙刚交进去。啊，上。我没封出去，来吧，这边没发出蓝来，小爽挂到石头里，少怪了，假，我操，象形的不能防吗？能防啊，不是说让我启盾吗？啊，启盾，抱歉。我乱防就行了，好吧，别飞了，宝宝很重要，宝宝飞了就被清场了。说你拉不拉呀？可以不拉吧？如果能活得上血就拉，有人能活得上血吗？有没有我不拉就能活？是否我不快吗？对，我不快。快的话能拉起来还能活了。还有几个就算？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拿起来活了，好吧？能接武装，我进了武装金，旅游生继续飘。哎，拉起师伯活了吧？把师伯活了。第三波记一下。耶！大哥，坏了。封住了一个无关紧要摊位啊，给他炸一天，那没办法呀。变身了没？用了几个？没，我操，一炸炸一天。别太痛。
对，我金星你套龙宫怎么样？我套不了龙宫，没龙宫快。那我先金一个嘛，再给他炸一回回来。行了，金了。那你套赤铜，我把我给化身卡个蓝。我喝了，要不然下把金星金不上了。我喝了。行，我喝了。化身的话，这一波血量还行不？如果需要，宁愿抬就抬了。56或70里面，别不需要吧？不需要。我金星了。我给化身卡个大蓝。有没有慢的宝宝？不会被飞到的宝宝卡一下大蓝。卡了，没事，卡了。那个善恶是慢的。嗯，我给你加了。这小爽挂中了，我操，要上天了，这是。判官你还好，对面没点。没点是破血的。还有1000蓝。绿。AB 了没？没有，175。我可以，我好像有一个大蓝。没有，他给我点的是那个什么？那我给你顶个小蓝吧。我觉得趁这个怪不是特别厉害，比如说什么，我操！比如说有没有高手啊？有，应该有，我看看。应该得拉个高手，你不拉高手的话，拉不起师傅活了。这第几波？这第6波还是第5波？你女妖生出高手的话，把高手包出一个，我进行清掉。四佛里面就算了，是不是啊？配不了化身，我告诉我配不了化身。四佛的话，我拉你，好吧？你象形把底下的四佛们象掉 ，OK？ 啊，化身出宝蓝，化身出走出吧。象形，最后不是红色的，最后是白色的吗？是白的还是红？还是红的再来？要不有金钱吗？有。武装金了吧？金了，没金，化身死了。别怀疑对面的伤害。贴！再来！我操！我孩子拉，我孩子被拉低了，我孩子被护了。你孩子自己拉出来怎么说？把女儿看得满满。可以，准备行吗？好吧，准备红色，最后不是白色，这是到第二波，是第七波，这是第七波啊！大汉们，进来，大汉。哦，不够110。110不够。刘顺飘啊，飘龙宫啊，我封四图啊，飘起。我要不要喝酒？刘顺，别喝了，飘吧，不飘中我们上天了。那是大唐。你大唐，你喝呗。喝掉，立个塔不叫人，你别喝酒，立个塔不叫那个了吗？CD。喝了，下波放金，快点。我喝了。我金钱没有了，化身死了。对啊，没金钱了，我喝了。我飘中了。三哥，好。可以。还好大浪喝了，要不然大浪死了。大行中了是吧？没问题，要不然那边少说我们上天了。下。等一下，没关系，就是个失控的飞机而已。没问题，大量下路轻轻放掉。耶！化身身上没那个东西，毒不死吧？毒不死。那我接。给大唐金一金掉，化身的话，你要不活四婆吧？你活四婆，啊，四婆活了，四婆出好多宝宝出了，宇宙圣飘不飘啊？宇宙圣还是飘了一块，把那块飘了。老牌宝宝能下来吗？三十蓝，我可以拉。可以，我给你加个大蓝。OK， 我是错点了。但我宝宝不一定比你快啊。那没办法。这波够活就行，这波不够啊。这波不够啊。耶！我操！龟叔孩子没了，我孩子三哥，
哎，我操，坏了坏了，看关了还好。下这个师傅，这回又炸蓝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个炸弹很傻，就个炸弹很傻，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不错，找到玉了，扛过去了。我关键下路可怎么拉化身，怎么推，这是关键。我的宝宝可以拉起来，你宝宝有蓝吃蓝，好吧？你们归宿吧，吃蓝有没有？师傅是不是归宿啊？你们，对对对，师傅的宝宝归宿要给师傅吃蓝就行了嘛。然后你化身的话，这么活就活，师傅把师傅活了。嗯，这宝宝化身加大蓝还有吗？有小蓝吗？我师傅回蓝变身了。你大行的话，把塔上了，好吧？能上塔吗？我给你加，我给你加，我给你加。OK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上塔塔，一回合一回合。一回合的话，大的上盾把盾上了，好吧？上盾上盾。我宝宝不会死了吧？他妈的，两个蓝了，给拉火上了，给拉火上了。武装的宝宝拉了化身，石头的宝宝吃了蓝，或许活到石头里。对面这边没有输出，我们能缓住。大行也点着拉，大行也点着拉，大行也点着拉。OK OK， 看他宝宝，把石头抓了，活不了石头里，活不上石头里。我们需要一波金钱，我们需要一波金钱是个大问题，我们需要金钱。比如说还有几个酒啊？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你喝一个，准备把金放掉。妈的，抓死你！抓死你太亏了。这一波对面是武器招来，好吧？武器招来啊！你化身这波是推了推了，好吧？我不过，我754不过。我给你人吃一个大蓝，你推了推了。好好好。我大蓝都踩塔了，你大蓝踩塔踩呗，比如说喝啊，喝了喝了。啊，我大蓝给和尚交了。嗯，交了交了，现在我也交了一个大蓝，够了够了够了。也把化身抓了，抓旅游村，抓了五十刀，对面五十刀来。哇操，这血量加的。啊，师傅你变身了没啊？变了变了变了。没蓝变，师傅你没蓝变。有有有有，正好二九他变个屁。大蓝少一个权杖好吧，大蓝少死一个权杖，少炸一个，比如说把经济放掉。我拒绝我拒绝，我扫我下边吧，下一。随便少来一个好吧，权杖是一样的，只少炸一手而已。随便少来一个。我选了别人心了，点石头点。别石头，别人心，别人心。也行，石头里没有蓝变身吧？现在这回合有了吗？够，有，自己再挤就少了。我给石头顶个药吧。不用顶，不用顶，石头被抓了，活不了。又抓了。我们孩子没有输了，这是要拉孩子，好吧？如果人死掉的话，咱拉孩子出来干啊！我操，没宝宝了，下回。我的妈，宝宝出来吧。也把我们炸干净了，我操，我他妈有点慌了，下把炸干净了完了，这三个炸是吧，应该还好，三个炸应该还好，这么低啊，旅游村出宝宝好吧，旅游村出宝宝，化身的话这一波的话你或许活给我队长活了好吧，我也出个宝宝，咱们还有酒的吧，拉宝宝啊，准备拉人吃行了，我怕把孩子炸死了呀。你血是多了，出孩子，出孩子，没事，出孩子，炸不死我，炸不死我，炸不死我。你五张血多，我活女儿村了。行吧，你活旅游村也是死了，我怀疑旅游村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怀疑旅游村死了，知道吧？不乱，我操！你金甲哥锤子，金甲不金甲好了，我操了。没有啊，他要把我活出来啊，我吃行了呀，我行了好吧，你们俩错好吧，你俩错好吧，把宝宝出了 OK， 那你现在这回合吃行没必要，等刀打过来是吧，等刀打过来，对啊，等刀打过来再行的话，我孩子可以拉一个，我孩子可以拉一个，行那错好吧，好吧，我宝宝拉大行，我宝宝拉不了大行，我没周转，你化身的话死了，旅游村派就死了都行，好吧，你先死了，旅游村派的话旅游村死了，改了，孩子拉大行错吧，一个错吧，甭管拉大行拉是不是错吧，一个错吧。我操，没拉到。
哦，好像没拉到大堂。我去啊！那边刀的话，这边没变身，那边这边还是啪的一手打过来，化身死了。啪的一手打过来，化身死的话，我这边行了，我这边行了，你活武装把我武装活了，好吧？活武装，比如说这样行没？我现在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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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先卖塔地了，好吧？万一我没行出来，好吧？你先卖塔地了。OK OK。化身活武装啊，武力把武装活了。嗯。啊，还得拉上大喊大的说，好吧？十个人说，没我们一人说，好吧？说好吧？老爸出了。你化身变神药，没有神药。那坏了，这个不是砍四个过来吗？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你在想什么？你这么不能吃了？他没有拍呀，他没有拍呀，他没有拍呀，你是不是？他没拍。你化身为什么不够活呀？我是被踢的状态出来的，就跟制作点刚才没变。哦，对对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那完了，对面他妈刀四个。我防着吧，你扫不了了，你按防了好吗？全按防了好吧？全按防了，化身给我留上活了，按防按防，防住，防得住，防得住。活你武装的，你活武装活。化身现在没蓝吧？化身啊、化身有蓝，有蓝有蓝，有蓝，多了是蓝，多了是蓝。我龟兔给拉一下武装。好。四个刀伤害没那么高。哎呦我的妈，还没那么高。现在就是扛这个，这个宝珠是回复的是吧？哎，宝珠是回复的。坏了，这手扛就好了，妈的！对啊，你刚才不该扛的。现在把化身蓝补起来吧。化身蓝够了，活就活吧，蓝够，化身蓝够。我接着活你吗？你接着活我吧，继续活我，给我活了。我蓝，你大蓝够不够金呢？大蓝够不够金？大堂没温度不行，八十多。上塔吧，上塔，上塔。一个大金。上塔，上塔，里面还有大金妹，给他顶顶，好吧，给他顶顶，大金，大金。你们身上多少伤？化身应该有零元的。化身满是伤，化身满身伤。化身满身伤。那我先吹一口，化身先拿一口，然后下一回合拉零元。这一波火上了，我满了应该。这个是回复的。对，这个是回复了。他这个只有一回合，他这个要是墨迹两回合，我们都回上来了。下个是弓箭，我靠，弓箭有点扛不住啊。这个是弓箭，然后大堂可以扫一个。你化身，你起来变身了没有？变了，快变了。你化身推了，推了吧，好吧，推了，推了。OK， 那你们。连一个，然后那个打一个，连一个少一个，对，连一个少一个，两个弓箭这边怎么办？上不了。收领了，国宝点收领了。OK， 连一个少一个，大点化身拉，龟兔点化身拉。化身退了。我金线罗汉啊，哎，我满住，我金线罗汉。你什么都不放了，你上盾吧，旅游车上盾得了。我拉收领啊，你们龟兔拉化身。我点了，我点了，我就一个酒爪了，我点了和尚。点了和尚，点了和尚。这个扛过去，下一波是封印的。三个煞，三个煞，三个煞起，开三个。对面炸三个还好。咱们有贵兽吗？拉化身没？有，我没蓝了。好吧，我没九转了。八千四，不蓝化身出牌子吗？我四个怎么没连上？你连出去啊？够蓝，够蓝，177。我本来。我给你吃个蓝，好不好？我给你吃个蓝，你连换你连一个，好吧？对面怎么还是黑的？你化身出宝宝吧？有没拉人的宝宝啊？化身出龟兔。有拉人宝宝拉就拉。干嘛？旅游村的话没事干了你啊。我大刀能出手吗？出不了手，出不了手，只有石头能连换连四个弓箭。没事，先扛着吧。扛过去就可能输出古怪了。哎呀，这波弓箭没炸，他们下波一起出手了，联合出手，连了吧，连死一个，连死一个。下波旅游村尽量就行了，对面这波下个三个炸，
OK， 这么清掉。我喝了，我喝了。化身的话，这一波活血活，别活师傅你们师傅活不上。孩子，我们先拿师傅吧。先拿孩子，我们先拿师傅。啊？你破不了，你上盾对面快。换上塔一个了呢？化身别上塔，要上盾的可以，没必要塔了。要么盾。盾了。要么盾，要么活血，没了别的。我操，扛不住，扛得住，三个大而已，扛得住。化身别死，死不了，明显死不了，少一个。我操，他是下回合风。我下回合大风。下回合凌云台了吧？我们凌云不是没放吗？OK 因为抬了，给宝宝全抬了，可以，这小赛居然能吃得到，我怎么动不了。好吧，师婆这边要叫宝宝，师婆要叫宝宝，把宝宝叫了，师婆叫宝宝。化身有金青吗？大唐有金青，大唐金放掉，大唐金金了金了，化身里面抬了啊，喝酒了，有的喝吧，喝可以喝。我有和尚，我龟兔宝宝有和尚顶了。和尚满了34。我怕，我主要是怕大唐进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进得出，进得出。下波是剑，还有一波，还有一波剑跟一波斧头就没了。两把剑高三两个，连环技连一个少一个，两把剑随便他们怎么怼。哇操，怎么怼了9600？活血活死活吧。宝宝打一吧，宝宝打一吧，大唐少二，猪打三，怎么样？打了死不？宝宝打了死吗？我宝宝打不打得死你？大唐人少组不就完了吗？行了。我打二。行，女儿真的上塔上塔，有九十了。不用，我金金不用吧。不用，我快还是那个怪快？对面的怪快，对面的剑不出手知道吗？如果对面剑出手，对面一定快。完了，话是没说。我怕他这人，我怕他打我走不去。我对面的怪不出手，你明白吗？对面的怪不出手。他只有红的时候才出手。OK。两把剑让他们怼吧。嗯，下把化身动不了啊，下把化身动不了。我有金，我不金了吧？比方说你有金是吧？有金留着吧。防御吧，留着吧。有没有大金给？我要防御了啊！宝宝拉石头。啊好，宝宝拉石头要了。OK。OK， 我贴我自己。贴你自己，贴不住贴也是死。希望这个怼宝宝给绿了，上一波斧头，师傅得赶紧变身啊！师傅得赶紧变身，斧头一定要杀一个。你这么厉害，你师傅你，我操，这把两把剑怼怪了。师傅是来不及了吧？好像来不及。大唐很少少个斧头吧？好吧，你大唐少个斧头先别管，好吧？少个斧头，化身活就活，师傅你师傅变身。嗯，主要是要不把金剑放了吧，你能放了得了。我三点剑能斩死一个吗？斧头是最后一波吗？对，斧头最后一波，三点剑能斩死一个，斩。三点剑斩。对的，斩死一个。你宝宝打哪个？稍微砍这个斧头吧，好吧？没有剑的这个斧头。砍一也行。7500，我操！还好大浪贴了，贴的好。我好像贴了。我操！金剑被封印出了，坏了！我被封特技，我金剑放不出来。应该能出，没事。剑没事。我被封特技了。我下河不能动。啊，宝宝，打不死。你化身还有凌云台没？两次凌云，化身再凌云台，好吧？
不抬我们都要出事了。能抬能抬。我感觉石头飞，我控股应该对面先出手，你知道吗？对面先出手，对面先出手。宝宝先发育，宝宝闪了就好，宝宝闪了就好。对的，宝宝升的就好，这波很危险，这一波。防御有用吗？防御没用吗？人给自己砍大金了，这是故伤好像。是故伤。我扛两下。给自己砍大金，人给自己砍大金。对面速度快了。过去了吗？砍过去就可以了。对面速度快，大哥。对面速度快，砍两下宝宝，砍下人。鱼越来越难死了。是我死了，孩子拉了没？拉了。绿啊！林，下把是怎么当成？化身这么活的谁啊？我抬的，我那个。别人抬了是吧？你抬珠子。嗯。下波是什么呀？下波得活，活是活了。我们有九转吗？有没有九转呢？我有，我还有。我孩子有九转。孩子有九转的话，孩子拉四波，先把宝宝先出了，好吧？化身也得出，好吧？化身也得出，把对面就拍一下而已，好吧？对面就是拍一下而已，错了。大唐有九转拉吗？我没九转。我操，就是那孩子拉了。化身有两个九转。OK， 化身马上就能拉就行了。拉高速有没有高速？有点高速。化身没抓我，他宝宝没出来，石头没九转了是吧？没有了。一停拍一下对面。我人拉你怎么样？你人拉我女儿身的话，有没有那个护盾呢？有没有长神呢？有长神。有长神拉拉我。出个宝宝。我孩子拉大唐，孩子拉大唐，大唐。我操！石头开着连主观就好了呀。那行，那我拉石头，还是拉石头。现在他就每回合拍一下，然后剩下。他每回就拍一下而已，有长生就扛得住。他每回输就是一千血了，但是他会断我们节奏，这个比较烦。他会抓个人过去。长生，我败了，我死了，我下包一千一好像扛不住。你头上有红灯，狂舞功。他有伤。我需要活血啊，你需要活一口。我们只要能活一口，好吧？就活上了，就缓住了。没有孩子拉人了吗？我们还没孩子拉人呢。化身有九转是吧？化身有两个长生九转。你化身得拉人呐，你化身先出好吧，出好我再拉人吧，好吧？出了。我们现在只要缓住就够了。对面已经对面免会就拍一下，就是拍了伤害了，已经完全没有伤害了。四婆也没要了，是不是孩子死了是吧？我金星。你女儿金。出宝宝吗？化身。化身先出好不好？我武装可能死了。嗯。你出吧。我拉大唐了，发武装。你拉大唐了，拉大唐，大唐剑斩嘛，好吧，先把剑斩砍出去。嗯。孩子拉。嗯，能不点输出就不点输出。别抓化身，活两口就好了。把石头自己抓过去，可以。这不错，完了没问题啊。没拍死我，确实没拍死我，一千一的血，我下回也死不了。那这样我下回也死不了。那下回给我活了没有？没活，没活，说吧。下回给我回合一个，下回活五张就够了。可以。我有珠子哎。不要珠，死了活血就好了。好，我武装吗？我武装，把武装活了。剑交了吧？大唐把剑交掉，孩子不像孩子拉大唐，孩子拉唐，把剑交掉。我武装，把武装活了。好，这一波祈祷一个事情，不让对面把化身抓了，也别把武装抓了，到刘村的可以。对面主干15万的血量，抓武装也死不了吧？抓武装死不了，但是我想被活上啊。可以，抓刘畅我活了，我死不了，大唐死了而已，四婆都没死。大唐我拉起来了。可以啊，
你只要活一口好吧，活一口就缓住，活一口就缓住了，现在就是这情况。不是你，你不点个血灯，你去放一下土怪干嘛呀？土怪有物理攻击啊。有血灯呐。我们没有啊。你在给其他单位点个血灯呢。宝宝点起来啊。没事，我蓝很 OK 了。你把红灯，你把对，你把血灯点起来，其他单位好那个什么了，我活神。你这一波的话，你。我觉得你技能可以拉大堂，大堂死不了吧？技能拉大堂，大堂死不了。对，技能拉大堂。对吧？然后孩子拉四活，孩子拉四活。对，孩子拉四活，中间换组。我还有一点药剂交啊。交。舰长不要留。boss 多少血啊？15万血量。化身被抓，没拉起来。大堂没拉起来。没事，你没站住就好，打实战嘛。我有九转呢。打实战，我还有两个，我这不需要九转，要九转干嘛呀？对，我宝宝又不会死了。只要有你的血灯，宝宝就不会死。现在最好的就是他每次就他在石头顶休息的回合拉石头顶。化身这么活不上啊？嘛，对吧？你拉大堂，这波拉大堂，拉大堂了。对，这波不拉大堂。那没事干，大堂舰长嘛。对，大舰长叫叫就叫。你用啥拉的？用九转拉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用300多拉的。用这个。啊，我们人只要和尚就行，拉武装无所谓。拉武装那女的是最赚的。我们人只要带和尚的血啊，和尚的血得别死了。对，谁还有大金？谁还有大金？我还有一个，注意给化身给大剑行了，就完了。对，注意给他化身就行了。哎，大堂这波是不是死不了啊？我这不是大剑，我是主剑。你这什么都没用。真的，大堂你现在多少血啊？1600。活大堂扫出去了，活大堂扫出去了。我拉四个缩变身，OK， 好。我大剑和尚交了。交。有大金全部给孩子交了。2点怎么少啊？2点人心怎么少啊？啊？少不出来吗？被抓了。被抓了拉倒吧。我操，武装最好。武装还好。反正大堂死不了，对吧？大堂死不了。好，我来个白痴了。他有金枪了。你不用金星，你现在要活血。嗯。血神经。孩子拉四破莲花精灵，大堂交剑，大堂交不了这波。啊，四破莲怎么活？我活不上，我只能先把你武装。你活先活武装，先活武装，先不要活四多。嗯，我要武装先活。我靠，我的鞭！我不要了，我要打，我就扫蓝了，我就扫蓝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不想躲了。好。哎，他这个伤害你群推不就可以了吗？嗯，你救死扶伤是吧？对啊，直接救死扶伤嘛，断人心断啊。但是大堂扫不出去啊，你先活守大堂吧，想办法先活守大堂好吧，想办法先活守大堂。活守大堂，对，我这回合活守大堂。先活守大堂，血不够吧？大堂血不够，大堂死了。我六百。大堂怎么死了？大堂怎么死了？你护盾吧，你护盾有多少？护盾175，不够。不够。你这波我佛慈悲拉下大堂怎么说？就我佛慈悲拉大堂。我佛拉大堂，对。对。然后大堂自己有大金，给自己塞一个，大堂给自己塞一个。没有，我没大金了，没大金了。谁有大金了？给大堂塞一个。我弟弟，我顶。行，弟弟给大堂塞一个，我佛慈悲拉下就够了。大武装最好，大四佛 OK。大武装大四佛。大武装师傅，操了哦！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100活杀不过算失败了，25了，还有三，还有那怪死多少血不知道。需要扫起来，只要扫出来就够了，只要扫出来就够了。孩子拉师傅飞机啊，师傅两分就连起。啊，大哈，你怎么死不了对不对？还有没有大金的？给大哥再塞一个。谁有大金给大家塞一个有没有？
我来。那我怎么说？我先停个纸上是啊。你带了平砍了，平砍别弃职了，回头不够了。我跑了。孩子拉石头，连环连起。你顶到这个门。顶了，敢不敢？你们小时候就死了，大人别死就行了。你我这样应该死不了，我还有点重呢。大人被抓了，死不了，更加死不了了。但是下波活血活不上大唐啊！我有各方人心啊！问题是活不上大唐。活不了，那就下波让回来拉我呗。对。你看能不能点血，好吧？能不能点活，好吧？能不能点活大唐？就这一波再点，下波再点活大唐，看能不能活。我应该死不了，我一天六个血，加上有盾。我知道你当然死不了，我让你活大唐，我让化石活大唐了。不是，我们得把人的血都活上来以后，我们好拉地心一冲，你知道吧？地心也冲不动，你这么活大唐能，你点化石点大唐活，好了，那么活。OK。要不点大唐活？点不到。那我直接人拉石头顶吧。你人拉石头，你们可以，你拉石头，把石头先拉住了。拉石头可以。然后宝宝点石头顶，抓女儿抓五段好吧，不能再抓化身的，我靠了，抓女儿抓五段都可以啊，女儿五段可以。不是拉点，我们得拉点攻击星出来吗？对，等一下可以拉攻击星了。大唐多少血？大唐好像死了，这么没滴血是吧？六百。我拉了一个海，你头上没红灯呢？拉了一个小时海，没够了，应该够吧？多少血啊？1300多吧？死不了。1300多。活血活大寒够了。活血活大寒，把大寒活了，只要这波不抓大寒，不抓化身就 OK 了。师傅，你和你联系啊！师傅，你和你联系。干将可以吧？上毛线的干将，你平砍吧，叠漫天吧，马上拉地形了，拉攻地形干了。可以。抓女儿再过去啊！哎呀，我操了！27回合了。红灯脸上不一定。我们谁有权利了？谁有权利地平了？我不活肯定不能拉吧？我孩子能换吗？现在孩子不能换。五方有吗？你得把大唐活起来才能换。是的，得把大唐活起来才能换。要给布鲁哥破甲吧，是不是啊？谁能丢啊？你有吗？我有，但是我操作布鲁哥是不能操作的。化石怎么操作不了？大人平砍吧，好吧，平砍。有没有小药给化石吃个小药？给大人吃个小药就死不了。没有。可以给大人吃个小药 ，OK， 大人死不了，给大人吃。你尝试吃吧，我龟兔宝宝拉一下大唐，我是那个长生的酒鬼。只要活了上大唐就够了，回首大唐就 OK 了。OK。只要活上了就可以把他孩子换掉。没蓝吗？不能动，这么动不了。石头变身，好吧，石头变身，大的平台，大的有没有工地平呢？有一个。权力的吗？权力的换了。也不算权力的，拉出来。拉。换了。拉。你回来得点红灯了啊！宝宝没红灯了。欧了。拉女儿。好。好了，又活不上。有没有宝宝给大上顶的？没有。还好。1100多，下回合回400多，死不了。那下回合再顶啊，下回合再顶。我们家三个笛子吧。来呀，我来给大唐顶，我保给大唐顶，你们加笛。啊。我交剑。是佛也加的笛吗？有笛吗？我有。加笛，给五号加笛。一增加两滴，吕耀春一滴，我一滴，他会抓走一个人的。我交一个的，交赶紧哈出去快点，只有10回合了，杀不了不就没了。
回合用量不够用了。撒烂喊，大吕扫了个笛子。我给大唐加了一个大鱼。二嫂应该也加敌的，说实话。嗯，不是你们当时打不知道他有多少血吗？15万血。我知道他有15万血。那打不动啊，这攻击厅打不动，打不动，加敌也没用，还不如现在。那破甲呀，活大唐吧，努力把大唐活了。努力把大唐活了，好吧，活大唐，大唐少吧，石头里头一连吧。我的侵蚀不行不行，我侵蚀不能点侵蚀，点侵蚀死了，不能点侵蚀。你也点红灯，点红灯点了没有？没点，没点，没点诅咒了。我操！诅咒掉2000血，诅咒掉2000血。那我也可以诅咒啊！我操！扫不出去，扫不出去。没事，你四号上头有血的呢，四号死不了。妈的，让我跑2回，估计结束了。操！没事，还有9回合呢。别慌。哦，我这把血灯，我把血灯立了。吕小春要诅咒就诅咒呗。我先去打，我金星一把吧。现在能金就这回合金，要不然大唐血下回合啊，金吧，你们给大唐还有药吗？给大唐打一个。这波金不就行了吗？他先拍了后金了，要不然没有金。这没有没有金？有没有药啊？有没有药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。吧，你点血，吸纸人，吸纸人吧，你洗吧。OK， 宝宝点血灯了，点血灯了。他拍没有15点愤怒啊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我操！大哈金甲了，还不能死不了大哈。我1400亮了，我有金。他纸人死不了大哈。我孩子他妈不能死。师傅是不是要死啊？我720。720+400。720+400，够了，刚好不足啊！哎，1100固定的吗？好像是固定的。你大量平砍吧，只能砍了。有打了多少血？1400多。看，只能砍。你师傅，你换你孩子全拉下好吧？万一师傅死了，拉了。反正大堂肯定死不了。妈的，把老张化成尿病了。你妈了！900拍死了。拍的是。大堂下波死不了。慢，这一回合10000都打不到啊！好你妹啊！我操！有了，化成宝宝了。1200好像死不了，1200死不了。死了！啊，他消失了，他变成了菊花消失了。牛逼！九州。